为什么他当初那么难渡进来呢？因为他非常有见解，非常认为自己好、哦、有两把刷子，不是两把，两万把刷子，所以很难渡。所以最后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他说好吧，进来看看，进来看看，也许有感动、哦、也许也有他的惊喜，也许也许也许。但我刚不是讲吗，人是就是这样，久了麻木。所以有一天他突然惊醒，他对于这样子的日子他也不陌生，但是他就会想，我前面读了那么多的小文，那么多的经书，怎么就这样子就全部抹煞了呢？是不是？所以有一天呢，他可能又来了，觉得啊、哦，不管是谁的智慧啊、哦，是佛陀智慧呢，还是耶稣的智慧呢，还是谁的智慧呢？反正他曾经努力过那一拖拉苦的啊，在他的心中啊，在他的这个记忆里，我跟你讲，他又回去了，因为他觉得太浪费了。我懂那么多东西，我怎么会甘愿在你这超马这么肤浅的系统里？结果他又塞了难了。这种人在我们系统里面有没有？有。所以我就给你提醒了。哦，所以渡人呢、啊，有时候就是越是善良的，他越是大根气的，一讲他就来了。甚至啊，还有些人是。自己看到广告，然后上网找到书就来了，也有嘛，是不是？这些都是非常难得，哦，所以广度有缘，这个有缘呢，这里面就含义很深了，是不是？有缘要一直有缘下去，你不能有缘就有缘的一下子，进来办了家家酒，又走了。那这叫有缘吗？叫做阶段性拉拉队有缘，是不是？很多时候自己要想清楚弄明白、哦、在超马世界里面究竟什么不一样，否则你进来对不对，跟你说传统的宫庙和我们的差别，就进来了一段时间又跑回去传统宫庙，又跑回去以前的戏码，那我就搞不懂了。那你前面那段时间在超马里面，你是真知还是假知？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是不是？这一些都是我们自己要面对。好、哦，有时想无时，因为有时候人在抉择的时候，你平常不想清楚，你在抉择的时候你想不清楚，然后顺着个人沉点小脾气。可能就选错了，最后再回头多少时间不知道、哦、所以我对你提醒了，你要听懂，是不是？